老妈妈好，感谢卢台长。老妈妈好，请讲。请你给我看看病。啊？我是35年猪。三五年的。猪。属猪的是吧？对。嗯。老妈妈，你要记住啊，首先你的血液里边出问题了，血液，所以你的整个内分泌失调。我告诉你，你的手脚冰凉。对。对对对对。第二，老妈妈，你的肾脏无力，腰不好，明白了吗？对。哎，还有，你有一个眼睛现在非常不清楚，看不清楚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还有老妈妈，你的鼻子不通，鼻子啊，经常不通啊，喉咙有问题，你的喉咙这个食道你要一定要当心，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食道会出大事情的。听得懂吗？你能不能多念往生咒？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吃了太多活的东西，还有杀生啊，杀鱼啊，杀虾呀，这我种。都没有，因为我有过敏病。你听我讲，老妈妈，你说你没有，你一辈子没有杀过生，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活鱼啊？我现在看见你这么多活鱼，那我问你，你没杀，你吃活鱼了吗？我是做过妇产科医生。哦，妇产科医生接生啊，哎呀，做人流。哎呀，等等啊，那老妈妈鱼也有，小孩也有，对，我流过产。老妈妈，你留的是一个男孩子，你求了半天，而且这个男孩子最后没有保住。对不对呀？对。啊，妈妈，你现在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你就是手啊，因为血脉不和会发抖啊。但是我有肺气管扩张疾病，经常咳血，给你看看啊。经常感冒还。靠肺的下端，就是这个部位。明白了吗？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咳血是每天早上，明白了吗？但是不是经常咳血？对，你要咳血的话，就是我是早上咳的，不是晚上，明白吗？还有，你晚上会做噩梦。有的时候会。老妈妈，我问你，不好意思，你有没有一个男的，年纪大的，你先生还活着吗？我去过世了。过世了是吧？我讲给你听，你先生比你高很多，人呐，个子比你高很多，是不是啊？对。穿得很整齐的，是。啊，脖子还挺长的，他是30年内马。对，嘴巴蛮大的，在你身上，你欠他很多。老妈妈，你不好好的帮他念经的话，他会要你的命的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我已经给他念了21遍，那个21章，21张小房小子。房子不够的，老妈妈。我还需要念多少遍？老妈妈，你要是相信，我就不讲了。你不相信，晚上我可以叫他到梦里来看你的。你想不想看他？不想。他来看你的话，他会卡你脖子的，好吗？那我还应该念多少遍小房子，多少老章？妈妈，她现在至少你给她念59章，我已经念21章了，再要念59章。再念59章。你再小气的话，她就来搞你了，哦，好吗？好。你一辈子很小气，这是她现在告诉我的。哎呦，是吗？她现在说。你在他身上也不舍得花钱，在你身上也不值得、不值、不肯花钱的，对不对呀？对，那我还请问卢台长，我还应该今后做功课，应该能
做哪些个工作？礼佛至少念五遍。现在我念五遍了。嗯，大悲咒念十三遍，心经念二十一遍，解结咒念四十九遍，嗯，往生咒念四十九遍。好，好了。很简单、哦、大悲咒我已经念四十九遍了。你呀、啊嗯、那你是防止自己生癌症呀那你要是有时间你就念吧老妈妈、嗯、好吗？好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、嗯、晚上睡觉之前念七遍大悲咒好吗？好，好了，嗯，谢谢。嗯。